许多年长者一一走入活动会场，签到领红包，脸上笑容藏不住。原来这里是关怀演艺人员基金会致赠中秋礼券的现场。中秋节快乐，谢谢。众多资深艺人齐聚一堂，现场气氛非常热闹。庄氏董事长叶亲自送上红包跟满满的祝福。十几二十年，照顾这些老艺人。 三个老电台照顾老艺人，谢谢。其中近百岁的资深艺人余淑萍也活力满满的上台，与中视董事长开心合照，笑容满面。原来关怀演艺人员基金会每年的三节中秋、端午、春节都会举办餐叙，为了关心资深艺人，不过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改为赠送礼券。 活动于30日与31日两天在中视大厅举行，总共有400名资深艺人齐聚一堂，共襄盛举。基金会也会秉持关怀精神，持续将爱心发扬光大，传承下去。记者王云婷台北采访报道。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